我很喜欢嗣之愈合的电影，日本人特有的味道，觉得说他像诗一样，那些关于你的人生的共同的记忆突然就在你的观影过程中不停地冒出来，然后就会很感动。能够静下心来看这种电影，其实对每个人都蛮有益处的，非常诗情非常诗意的，会让我想起台湾两位非常优秀的导演杨德昌和侯孝贤，非常的感人，每次都让我有很多很多的感受跟惊奇。我总觉得看嗣之愈合导演的电影是一个享受，而那个享受是一个很舒服很安静充满回忆的享受，错过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而且纵然看了的话也值得说一看再看，甚至看三遍都不会嫌多，都不会腻掉的一部电影，蛮棒的一个电影，很值得大家来细细的看，哎，仔细的看，非常好。海町ダイアリー。